你哎，你干嘛不祝福我找一个良人就好了？哦，他自己有说过，他喜欢开宾士车，但是穿夹脚拖。没有经济条件，但体力很好，可以。你们真的好敢问啊！你们，你干嘛不祝福我找一个良人就好了？哦，你看你要这样子来吗？而且我失敬了姐，我不知道你有这样的憧憬哎，你有这样子有啊？如果我可以不用那个。哦，少奋斗二十年。这里很有名的那个千清酒的千代，千代清酒，千代什么元？千代没有看到，对，没有看到老板，我们就看到就先被那个，先被那个，姐，那你条件是什么？对，洋人的条件开一下。条件就养得起你，这语言不通哎，帅。肢体语言，有些事情不用。他自己有说过，他喜欢开宾士车，但是穿夹脚拖的，他喜欢接地气。最近有想要恋爱的感觉？对啊，粉红泡泡。因为他突然问我要自产，我才会这样想。自产跟恋爱，所以要有房子的良人才可以跟妹姐那个。我其实现在如果有良人或有男朋友，我也很辛苦。因为没办法赚的比你多嘛，不是，可能你还要养他呢，会不会？不是啦，我还有妈妈哎，一起啊，爱屋及乌啊，他就要照顾我妈，不然不行。对，就当然，爱屋及乌，对啊，爱屋及乌，没有房产不行，个人比赛哦。要财力证明。他如果很帅又很接地气，但没有房子。穿夹脚拖，真的很喜欢给人家那种玩这种，很帅，很接地气，没有房子，也有男子气概，但是有宾士，是有宾士，但没有房子。如果我年轻一点，我可以跟他一起奋斗，我也不年轻，是不是？是，对啊，你还是要有一定的那个经济条件，对，不然呢，年纪都大了要怎么办？对，那如果没有经济条件，但体力很好，可以。就是那方面很契合之类的。那个英文也可以，英文也可以。你们真的好敢问啊，你们！我们中医线就是这样，敢问啊！点头如捣蒜。还是妹姐可以精神交流。我突然没有想象，因为太久没有了，所以我突然。妹姐。多久没有？你们真的能讲吗？我自己跳，我怎么懂？你每个都自己挖，你从两人就自己挖到现在。对，你等一下就问说喜欢什么姿势，你看呢？懂没？姿势不能写，你们挖坑给自己跳。多久没有可以透露吗？很久啊，很久。上一段恋情是多久？很久，十年以上。嗯，二十年。嗯，三十年。没有啦。哦，二十多年。哇，很久。对。所以这期间都没有遇到对的人，或约会的。嗯，不是前面有一点点疗伤嘛？哦，平复嘛，再来就妈妈中风了，是要怎样？哦，照顾妈妈。妹姐身边其实有很多照顾她的护花使者，她其实男人缘挺好的，可是我觉得她很清楚这些可能就是红粉，这跟是红粉知己，就是知己，对，就是异性的知己，可是对，他没有打算让他们越过那条线。哦，妹姐交往对象会就是。有交往过圈内的没有，所以一定都是没有。你确定啊？想一下，不要再玩。然后再就是说，一想一下，没有。所以你都是喜欢交往那个圈外的，还是谁？都是喜欢，没有用，没有分那么多兜啦。就是过往交。今天是冲着我来的，谢谢妹姐给妹姐开这一题啊，对啊，良人，良人。